今天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家的小奶狗这么聪明。安娜，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吧，你猜猜看在哪个手里？哎呀！猜对了，安安，真棒！安安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呀？大哥握手，另一个击掌。大哥坐好，趴下，啪啪啪 biu， 还没死啊，感觉口干舌燥的呢。哥动脚，当我上厕所忘记带纸时，安康康欣欣，快来找你们有事儿。安安呐，我上厕所没有纸了呀，去帮我拿点纸。在茶几上。西西，西西，快把纸还给我，我等着用呢。你是不是把我说话当放屁？放屁！放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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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屁！哒哒哒哒哒哒！钱西西，你想气死我是不是？你等我叫你爸，大二哥。I think I know she like it cause she knows